文泰，你看我这有只火腿肠，要不给你吃？来，吃吧。文泰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啊，叫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当别人啊给你一点恩惠的时候，你应该百倍回报。哦吼！小弟，给我吃一口呗。来，圆圆。宝贝，你看你把水都滴我头上了，你不会走远点？面对疾风吧！你别笑，不是，你干啥呢？宝贝，不是你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了吗？抖音。